走啊！今天我跟文达要去看大波斯局，文达就是不吃饭就没有力气。我个アンパンマンの出てくるカバオくんだから。誰？知らねえの。アンパンマン新しい顔よ。あった。ルーちゃん反応しないと俺面白くない人みたいじゃん。这个人又在防晒了。我们来吃这家叫做巴米安的中华料理店，它在日本是连锁料理店，可是我从来没吃过，第一次吃还蛮期待的。文章点的是一个套餐，拉面还有炒饭跟三个饺子，这样子要台币300块。煎饺、胡麻酱水饺。今天就是我们要去这个大波斯局的祭典。真的吗？呢？今天こそもそもそれぐらいだ。宣传单上面写可怜的，是有多可怜？綺麗と可愛いもどっちも意味あるよ。これかわいそうって言ってんの？そう。元気いいな。それ変な人いる。ルーちゃん日焼け対策としてさっきのパンフレット使ってる。見てるよ。昭和纪念公园还有很多这种是给小朋友学习用的。教育的规模一点。现在可以体验免费坐竹蜻蜓，这里有提供彩色笔让我们画竹蜻蜓，会变成这样子。卡哇西卡那一家。卡哇伊巴伊家。自然。くるくるしたら綺麗になるんだよ。綺麗よ色が。綺麗にしました。褒められたよ。こうやって外します。好棒哦。ここ寂しいよ。好。ちゃんと回った時のこと考えてる。切れるんだよ。こういう風に。あ。顔潰れちゃうんだよ。じゃ髪短くなったら。我剪头发。みんな飛んだ時のことを考えてるけど、ルーちゃんはほら見て顔消えてるか。哦。顔消えてるか。哦。哦。風あっち向き。せーの。はい。しょぼい。おお。どや。なんで靴脱いだんあいつは。どこ？俺とルーちゃんどっちが遠く飛ばせるか勝負しよう。そこだって。これからの距離よ。好。行くよ。从哪里？哇，行った！めっちゃ飛んだ。这个奶奶的狗狗超可爱的。我过来讲过去没来的。这里也可以借脚踏车，三个小时是410元。它有一个人骑，有两个人骑的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哇，いいね！哎呦，不要太快了！等一下，不能！やめなさい！私のスカート。好漂亮哦！这里是没有水的河川。啊，ルーちゃんとこういうのもいいね。对呀，好好玩哦。ルーちゃん一人で飲んでないもんね。転ばない感じでしょ、まったく。うん、今は楽。感覚よ、感覚。やべ、登りだ。大丈夫、私も頑張るから。ワン、ツー、ワン、ツー、ワン、ツー。我们现在休息。これちょっと歩くか。日本不管哪里都有卖双麒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喝。好吃，好喝じゃない。アイスは飲み物。違うの。好喝。哎，这里的大自然真的好美好哦。明天，嗯，雲。どこ？找不到，这里有蜘蛛网。那你们点呢？ルシ。终于找到大波斯菊园了，好漂亮哦！これでも綺麗。要是没有脚踏车的话，我们一定到不来这里。全部都是，好漂亮哦。你漂亮。谢谢。现在我跟文章在骑回去入口，有没有听到很多惨叫声？大家，我觉得这样享受大自然的感觉好棒哦，好棒哟！我们这样子坐三个小时，一个人才410元，我真的是蛮推荐大家，如果要来的话要骑啊。我们之前都很计较，一个人要410块，可是因为这公园实在太大了，用走的其实根本就没办法走完。这样子花一点小钱，可以享受其他的快乐，我觉得是不错，而且可以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完成一项运动，而且天气超好的，风也很舒服，开心开心。風がね気持ちよかった。コスモスめっちゃ綺麗だった。綺麗だったね。漂亮。昭和纪念公园这边如果是秋天的话，它会变成银杏跟枫叶，也是很漂亮。今天晚上我们来吃炸牛排。每次我朋友来东京，我都会叫他们一定要吃，因为真的好吃。这就是一份定时，然后他们的味噌汤是用红味噌，饭呢可以免费再续一碗，可以自己享受这种自己烤的乐趣，还不错。これはこのわさび醤油が一番好きや。我也是最喜欢那个口味。就是这家店在涩谷也有店，我每次都会带我朋友去。假爸呗。假爸。我们觉得今天这一天还蛮好玩的，大家可以照着我们的行程这样跑历穿一天。哇，今日一日だった。一日一日だね。楽しかったね。